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102节。亚良为鉴，慢目于人，这个两句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几乎是很常见的了。那么这是不仁恕之物最后的两句，我们感应篇读到这个地方，深深地感触到现前社会造作恶业所感果报的可畏，为什么现在社会一般大众对造作恶业在习以为常，丝毫警觉的这个念头都没有？几乎把造作恶业当作正常，偶尔行善会令大众感觉到奇怪啊，好像那是反常。这个现象决定不是好现象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现前社会，中国外国都一样啊，善恶的标准没有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不知道什么是恶。把握当作善啊，把善呢当作恶，善行不消为，恶业竞争者去做，所以世界才会有末日啊。前途并不可观，西方宗教家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啊！世纪末，诸位要知道啊，不是1999年的，是今年的啊！21世纪要从明年开始算起，不能把2000年。算着21世纪，你算账的时候，你算1到1000才是整数啊，你不能算到999啊。今年才是真正的世纪末啊，可不可能有灾难呢？我们把感应篇拿来对照一下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善恶的标准丧失了？
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虽然说得很好啊，佛讲了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无怪也？啊，佛讲这几句话，非常沉痛，非常婉转。也给我们提醒了警觉。先人无知，这是讲上一代啊。上一代的人只着重争名逐利，把教学这个事情疏忽了。啊，当然，人人都趋向名闻利养，啊，鼓励竞争，这是反教育。中国几千年来，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教人忍让。都教人退让啊，没有教人竞争的。所以教人竞争，这是反教育啊。啊，真是恶念恶行呢。换一句话是，提倡恶念恶行的教育，把那个善念善行的教育打压下去了。那这还得了吗？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，种善因才得善果，造恶业必定感恶报。今天是什么社会？我们再回头想想自己，自己存的什么心？是不是天天在社会上竞争，不择手段的竞争？所以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，社会教育也没有了，学校教育也没有了，而且这三方面的时候都是反教育，这个社会还有前途吗？开心法师，这诸位也很敬仰的，台南开心法师往生了。我听那边同学告诉我，他在走之前说台湾上空一片乌云笼罩着台湾，如是今天全世界整个地球都蒙罩着一片乌黑呀。智慧是光明啊，贪嗔痴是黑雾啊。我们想想，几个人真正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？戒定慧放光啊，贪嗔痴冒黑气啊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就在我们眼前。13年前，李炳南老居士往生，
往生之前，前一天，他告诉同学们，世间已经乱了，佛菩萨、神仙来都救不了，他说我们唯一一条生路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这过了十几年了，现在看看这个社会，想想李老师这句话，完全应验了。我们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，还有什么好办法？发大慈悲心，帮助这个社会，也只是尽人事，听天命而已啊。怎么能不悲哀呢？看到这两句话，亚良为鉴，注解里面这是下意的。我们看现前社会这个现象呢，广义的。欺压善良，谚语里面所谓的好马被人骑，好人被人欺，于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人，好人受人欺负嘛，好人社会瞧不起嘛。可是自己要知道，我们去学做恶，学做恶人，也占别人的便宜，这一生短短几十年过去之后，来生怎么办？有没有想到？来生是三途地狱。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这一生做好人，是受人欺负，不要说是世间好人被人欺，我们在佛门里头，你想做个好人，凭良心来修行，也受压迫，也受侮辱啊，也有人欺负你啊。谚语常讲同行相忌，障碍重重，我们只有祈求佛菩萨保佑，实在讲做一天算一天，不敢想明天怎么样，有机会就做好事，没有机会老实念佛，只能做到这样啊。底下一句漫目于人呢，这是以自己的小聪明、小智慧，佛家讲视之便聪啊，用些阴谋巧计欺骗众生，使这些愚人不知不觉都上你的当，都被你利用了，
注解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好，啊，愚人不识直啊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的，啊，没念书不认识字的，这里面还有很多有高智慧的人，啊，我们现在才看看这个愚人，啊，什么叫愚呢？没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，啊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啊，他大学毕业，他拿到博士学位，还是个愚人呐，啊，很多很多啊，啊，这个世间有很多邪教，你看他们信邪教去了。就是这一句里所讲的，啊，邪教里头传教士用这种方法，啊，欺骗他们，他们没有能力辨别，把邪当正。啊，似是而非，啊，这些人跟着他毁谤正法，啊，欺压侮辱真正的修行人，啊，他以为自己是真修，啊，自己的神明保佑，这个话不假，得哪些神明呢？邪鬼恶神保佑他，所以他也很有势力啊，我们凡夫惹不起啊，他不是真神啊，不是佛菩萨，妖魔鬼怪啊，跟他集合在一块啊，啊，往往我们看到人众势大啊，现在人讲财力雄厚，啊，气势很大，信徒很多，啊，分店呢遍满世界，这是古德所说，在这个时代发若魔强啊，啊，魔的气焰高涨啊，啊，佛弟子可怜了，啊，真正修行人可怜，啊，那么这些人欺压善良，他的罪过非常非常重啊，干这些事情的人必定有恶报啊，被欺骗的人蒙昧无知，他不知道上当，也不知道吃亏啊，当然更不可能跳出魔掌，可是妖魔鬼怪啊，必定受到因果的报应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自己感到很幸运，这一生的人生呢，能闻到正法，相当不容易，啊，古人所谓
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这是真的。闻到佛法之后，如何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？完全靠自己呀，信心、真心。还得随缘随分求解。佛家的理很深，要明了，要通达，你明白了，你的信心、愿心才坚固不退。为什么听信别人谣言，这妖魔鬼怪天天散布谣言呢？你为什么会听信？是你对于经论的道理，领悟太少了，你经不起诱惑，原因在此地。所以你看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，广修多闻，深解意趣，果然能够深解，智慧开了，你就有能力看穿了妖魔鬼怪的伎俩，你不会为他所动啊。他的势力再大，徒众再多，我们生活在周边界识魔境当中，也能成就。这个才不辜负我们这一生的人生，闻佛法。而自己要守住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，他们的教诲真实智慧，无尽的慈悲，经常常要读啊，天天要读，不能一天不读啊，读的时候要解其意，要依教奉行，不必读多，贵精不贵多，一天能学一句，落实一句，那就是无量功德了。念得太多，一句都做不到，等于是白念了。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并无功德，一定要做到认真努力去做，我们自己做到了就是劝化别人，我们自己做个好榜样给别人看了，周边的人看到不觉悟，还有鬼神呢，鬼神也看到啊。三天前有同修做梦打电话给我说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佛堂上所供的那些牌位
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供牌位是不收钱的，供的数量很多啊！这些人托梦啊，把话传来，要求啊要到新加坡居士林来听经念佛。打电话来告诉我。所以我听了之后，我在这边念佛堂讲堂跟大家说，我说也许你们还修得还算不错啊，还有鬼神，还要来是来参学了。所以我们供了几个牌位。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往生堂上众林等，给他供一个往生莲位。我也联想到了我们台北还有图书馆呢。图书馆我们在的时候供的这个往生牌位不少，我们也把他请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也供了，台北华藏图书馆，往生堂上众林牌位，还有这两个道场，四众同学冤亲债主。我们也供一个超度的牌位。我们肉眼凡夫啊，见不到啊。有些人能够见到的，给我讲，每一个人那个冤亲债主后面排队呀，几里路长，看不见的。你说可怕不可怕？这个话我相信啊，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，所以我们在菩提道上为什么走得这么辛苦？冤亲债主太多了，你想成就，你想解脱，他不甘心啊。他要报复啊！报仇报怨，讨债还债，这些恩恩怨怨没完没了，麻烦事情可就多了。我们学佛的人相信，这个决定不是迷信，那我们要怎么做法呢？因是已经重了，唯一的办法从缘上解决，我从今之后再不造恶了，痛戒恶言恶行，更重要的把恶念戒除，真正做到心善言善行善，三业戒善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我拿这个还债抵债呀，我相信冤亲债主绝大多数愿意接受，这叫化解，菩提道上啊才能够一帆风顺，所以我们常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就是设戒解愿。但是你要想想，我们拿什么功德呢？念一遍经没有功德，
拜个佛有没有功德？没有功德，心行不相应，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啊，所作所为还是损人利己拉来的功德礼佛，怎样礼佛才有功德呢？拿礼佛这一份恭敬心恭敬你一切众生，这个礼佛就有功德了啊！我对佛这么恭敬，我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恭敬啊，这个才是功德。对佛很恭敬，对人不恭敬，这个没有功德啊！念经解义奉行就有功德啊，光念不结其意，也不知道落实，念经没功德啊，没有功德，那个回向啊是打妄语啊啊，打妄语就有罪过啊，鬼神讥笑你，鬼神不会原谅你啊，所以我们要真修啊，从心地，从言语，从行为，要改过自新。善恶的标准，感应篇是非常好的教材，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，为我们推荐，让我们读这个读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就善恶标准啊，这上面所说的善我们做到没有，这上面所说的恶检点检点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这些过失啊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，这就是功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